粘在了大哥身上，半死不活的，这就是太极拳的放松吧。所以那个毛保国说雷雷不会接手，还是有理论基础的啊。你看雷雷，哎，右手放在大哥的腋下，下腿不停地顶着大哥的下阴，这属就是俗话说的掏裆吧。想试图把大哥甩出去没有成功啊，又开始放松，全身放松。知道的以为他们在推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雷雷在碰瓷儿呢，想讹大哥钱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右手持续的放在大哥的腋下，脆弱的部位吧。你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全身放松。哎哎，雷雷是不是要死了？雷雷是不是要死了？哎哎，又有精神了，又有精神了。雷雷，动手！哎，这大哥估计要崩溃了，这逼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已经右手不停的在给大哥挠痒，难道还有鸽子人，然后把人失去力量扔出去的吗？哎，雷雷犯规了吧？推手还能用拳头攻击啊？哎，大哥一用力把雷雷推了出去，